谢谢。这就是蘸雨调的那款茶吧？嗯，味道也不错呀。四月的午后，名字也挺好听的。 还是没有小雨调到好喝。姐，歇会儿吧，喝点茶。好漂亮呀，是樱花吗？ 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，我摘了一些进去，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，味道还不错，你尝尝。嗯，好喝。这款茶太适合放在店里当下午茶卖了。你取个名字放在店里卖，卖一杯有2块钱提成。卖茶 OK， 提成我不要，姐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就当我回报40周年的了。一码归一码。 快想想叫什么名字？嗯，那就叫他四月的午后。四月的午后，此时此刻有意义，我喜欢，就叫他了。来，你这个月的工资。而且啊，我现在正式宣布。 咱们俩以后啊，再也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了。姐，多了。你在店里拉琴给我带来不少客人，该是你的，拿着。以后啊，如果妈妈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不够，就跟姐说。姐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 以后我就是你亲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乐乐，吃点水果，爸爸等下就来接你了。小雨哥哥，我能摸摸你的琴吗？可以啊。 小欧，王大哥，小雨，乐乐，走，跟爸回家。爸爸，嗯，这个琴很好玩，我也想学。乐乐，别碰哥哥的琴啊，这碰坏了，哥哥就没法拉了。啊，听话。爸爸，嗯，我想跟小雨哥哥学小提琴。乐乐，以后吧，啊。 等明年咱们长大一点再学啊！听话。哎，小提琴陶冶性情，比打游戏强啊！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可眼下这情况你也清楚，乐乐马上要复查。姐，冯大哥，我可以免费教乐乐学琴。哎，小雨，这不合适，你打工也不容易。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冯大哥。一会儿我去学校借一把琴拿给乐乐，以后每周给他上2到3节课。 小雨，没事儿，冯大哥，今天第一节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啊，小雨，不客气，还不谢谢小雨老师，谢谢小雨老师。先把腰顶住，手呢，掐上去，对，您的咖啡，往这边再挪一点，然后这个弓呢，是这个样子，手抓琴弦，然后搭到上面。 我也想试试。哎，好啊！把菜刀架在脖子上，对，按住，轻轻走。哟。
老板娘雅兴啊，晚上音乐了，严总来了。哎，老冯，以后别这么叫我啊，叫小严就行了。乐乐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你好，这你家孩子？我儿子。长这么大了。啊。行，我不打扰你们，你们拉啊，我旁听。练你的，练你的，好好练。哎，小雨，我想学《我愿意》。哎，这《我愿意》可是小吴最喜欢的曲子。我就学第一句就行。嗯。 加上，对，稍微拿多少钱？哎，你练你的呀。哎，我愿意这首歌啊，不适合小提琴拉，来，不好听。你懂什么？走开。继续。 干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呀？你跟那个严大少爷发展怎么样了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。严谨都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心里只有你，还有你搞不定的人呀。那回头我帮你创造机会。别，施舍什么都为施舍爱情。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寻找我的 Mr. Right吧。上周一个朋友给我算了个星盘，他说我明年一定会嫁出去。 星盘你也信？他都算出好几个了，下回把他带来给你算算。嗯。嗨。 我的好朋友，四位老师，请。站住！ 回来继续唱。酒放下。真好听。能的告诉你。 大声唱！愿意为你，我愿意。喂，阿姨。救命！救命！阿姨，你怎么了？阿姨，阿姨。
刚才美琪阿姨给我打电话呼救，她打到一半就断了，我正往她那儿赶呢。她儿子在家吗？没有，小雨她关机了，我给她学校打电话了，现在不知道她在哪儿。估计李美琴已经失去了意识，你赶紧打120急救，另外还要打110，让警察破门救人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打。警察同志，里面的病人有股骨头坏死情况，真的很危急，麻烦您快点。来，开锁。这锁不好开，这个锁是采用双排单子结构的 B 级锁，哎，有点复杂。这也进不去啊！这也不行，赶紧叫所里人把电锯送过来。喂，严姐，出事了！这么快就来了？啊，就在附近。师傅，怎么样？不好开，等一会儿。你跟我试一下吧。你干什么呢？能行吗？电锯不是快来了吗？你给我十分钟让我试一下。谢谢。先生，您锁开的这么溜，是自学成才，还是属于哪家开锁公司的？哦，我以前是武警特战队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们回去啊可以查我的档案。辛苦你了。哦，你们也辛苦。走。怎么样？还冷吗？你穿吧。不，你穿吧。睡衣真好看。改天我也。你大晚上的不在家不在学校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妈怎么样了？她还在急救。你穿成这样，身上还一股烟味，你到底去干什么了？年轻人嘛，混个夜店、泡泡酒吧很正常。医生，你妈没事吧？她怎么样？病人脑后的外伤未伤及颅骨，只是病人身体息肉受到惊吓，再加上轻微的失血，所以休克。输血之后呢，各项体征趋于平稳，病人神志基本恢复，又没有脑震荡，留院观察一晚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医生。你要谢谢严谨，今晚要不他去交费吧。我来吧。你们都歇着吧，不用了，我卡里有钱。小女儿，我知道你平时很辛苦，也希望你像别的孩子一样多玩玩，但是你不能大半夜跑出去，把你妈一个人留家里，手机还关机。昨晚要不是你妈打通我电话，要不是严谨及时赶来，这情况真的不堪设想。我错了，姐，以后不会了。我进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是我请小严来的。
阿姨，快来快来，给您带了一点补品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嘛呀？还买这么多东西？您怎么样了？我好多了，昨天晚上真是要好好谢谢你，要不然我就见阎王了。哎，您这话说的，您有这么好的儿子，阎王可不收您。小雨，今天我们请哥哥姐姐在家吃饭，好好谢谢人家。行，我早就听说小雨这个菜啊烧得挺好的，啊，今天有幸尝一尝。对，哎，你吃苹果。我不吃了，我去忙活去了。来，我帮你。小雨，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不用。不错啊，展宇，哎，以后别在岁数中间待着了，来我的三分之一吧。喂，你当着我面挖墙脚呢？来，来吧，我们大家举杯吧。家里好久都没来客人了，小欧、小严，咱们就以饮料代酒哈。阿姨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母子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阿姨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能坐在这儿啊，就是缘分。来来来。动筷子吧，尝尝小雨的手艺啊。啊，对了，小欧，小雨在哪儿打工？没惹事儿吧？怎么会？小雨她特懂事，周末啊她在我那儿拉琴，店里现在有好多她的粉丝，我也是她的铁粉。嗯，还有我。哎，这红烧豆腐绝了啊！爱吃就多吃点，儿子。给哥哥姐姐夹菜，这鸡翅，嗯，尝尝这鸡翅，这也是小雨拿手的。走。我们小雨确实是挺优秀的，就可惜啊，没有生在好人家。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要是我早点走了，他也就解脱了。阿姨，你别这样说。妈，你放心。我一定给你把病治好，咱们家一定会好过去的。来，吃饭吧。快动筷子吧，尝尝小雨的手艺。小奥，这是寄给你的。谁寄给你的？不用看都知道是谁。浮夸的人做什么事儿都一样。嚯，这严总够高雅的。小雨。这给你，姐不感兴趣。姐，我刚想把票给你的，我在这个舞剧里有演出。你还会跳舞啊？不是跳舞，是他们跟我们学校有合作，刚好有一个小提琴手的角色，挑了我去客串。牛呀！小雨的演出，姐必须捧场。小姐，晚上好啊！我还以为今天的女主角登场了。开场白就啰嗦，不就看看演出吗？带什么花？今天店里剩下的吧。没事，我不嫌弃。我有说就送给你了吗？那是……把你的票给我。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我的心都可以给你。给。
我坐前面挺好的，前面看得清楚。你跟我一起坐，让他坐前面。去啊！公司有急事儿，真得走了，来不及跟你说了。都来了，行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那你慢点啊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过一下。自作多情是种病，得治。你这样太辛苦了，帮你拿。Thank you.
壮了，你一上去啊，整个舞台都神圣了。佳宇，龙套跑得挺棒的，争取下一回当男一号。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在姐心目中啊，永远都是男一号。谢谢姐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小欧妹妹，我也会努力的。不要去，咱们拍张照片吧。好啊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找人帮我们合影。你回来，我是让你帮我和小雨照张照片。好。等一下，佳宇，往这边一点，来，来来来，坐下。这样不好看。哎，你再不拍，我换摄影师了啊！你好，严总。啊，小欧呢？哦，他今天家里有事就不来了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我看一看啊，今儿喝点什么呢？哎，要不然今天我自己冲一杯咖啡怎么样？好啊，那严总你就试试。啊，咖啡馆的货到了。严总先冲着，我去外面卸货。好，你先忙。先忙。要不要也来一杯啊？好啊。原来战宇有一个小号，专门用来联系买家和上线。咖啡吗？有病吧？你别以为你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啊！听不懂你说的。我看你平时挺忙的，还要到4060年打工，够辛苦的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看季乔对我还不错，你嫉妒我，你没少针对我。你也别在我面前嘚瑟。我警告你，离季晓我远一点。别说，我还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比你那无害青年的假笑看起来舒服多了。这才是真的你吧？慢点跑，别摔了，兔崽子。
你是一种很凶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我真心的从眼折磨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。不能理解，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。过段时间我们还有个先锋舞蹈表演，到时候严哥给大家捧场。一定一定，带朋友过来。哎呦，是女朋友吧？哎，一定是女朋友吧？拜托了，敬你吉言。那今天晚上我做东到我们吃一顿，就当给你们庆功了。谢谢严哥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没事。喂。喂，姐，出事了。好，我先让他们试着开一下，马上到。快就来了，就在附近。在这个残酷而又现实的世界里，纪晓鸥却不求回报地帮助这对母子，她的真心实意让我觉得无比珍贵。小燕，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，大哥。哎，你说我真的是什么招都试了，我就没遇到过这么水火不进的姑娘。哎，这小欧的性格是有点强势，听哥一句劝，你俩不合适，算了吧。我肯定能对她好。再说了，有你这个大哥在，就算给我十个胆儿，我也不敢伤害纪晓鸥一根汗毛。哥，你快帮我想一想，小鸥都喜欢什么呀？那女孩子不都喜欢浪漫东西吗？之前那位，就是有时间的话，就请他听个音乐会啊，看个话剧什么的。好主意啊。对了，哥，我听小欧跟我说，乐乐得的是白血病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化疗以后还算稳定，就怕复发。你说你这个人啊，哪一点都好，就一点不好，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。你离了婚，孩子又得了病。你好歹跟大伙说一声啊，多个人多份力量，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还没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地步。回头啊，我给你安排好医院，咱们找最好的大夫，把孩子的病给医好。先谢谢你啊。对了，我那个三分之一正好缺一个采购部的经理，你过来帮我吧，薪水随便你开。你心意我领了，我现在挺安稳的。
杜云又犯了法。翟宇那小子找到没有？他也能证实我卧底身份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湛羽死了！你真的不知道湛羽死了吗？我市发生一起特大杀人分尸案，死者的身份已经核实了，就是湛羽。 关天的事，我要对我说出来的每一个字负责任的。死者的 DNA 和战宇的吻合度达到了 99%， 据说他生前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小提琴手。 I love you.